绘图板哦，像你拿着身后这一台就是呢他们家的绘图荧幕，那还有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入门的就是绘图板啊，也可以把它当作滑鼠来使用哦。那如果大家呢就在资讯院期间啊来购买他们家比较高阶的绘图板的话，还有送这个 Painter 的就是软体给大家哦。国际的 Microsoft 专区哦，那这边呢就是摆了很多这 Microsoft 的 3C 周边小物，像是有很多五彩缤纷的滑鼠，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酷的滑鼠，它是可以折叠的，你看可以这样，它是可以折叠的，然后你要外出携带就会更方便。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发现一个超酷的东西，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键盘，但是呢它可以这样，你就可以放进包包带出门咯。那在展机国际呢，他们除了有防毒软体之外呢，他们也有就是照片编辑以及呢影像编辑的软体哦。那在资讯月他们有特别方案跟优惠给大家，而且如果大家有来呢展机国际的摊位上玩耍的话呢，只要扫描 QR Code 填写问卷，他们就会送小礼物给你哦。那如果买了软体却不会用它怎么办呢？在呢软体区呢，就是也有很多的电脑课程可以选择，像是学程电脑、巨匠电脑以及连程电脑，在资讯月都有摊位哦。连成电脑啦，那他们推出非常酷的电脑课程，就是 3D 列印的课程哦。他们除了会教你如何使用 3D 软体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带这台 3D 列印机回家，动手印出你自己的成品哦，是不是超酷的啊？那除了呢，就是 3D 列印的课程之外呢，他们也有就是跟 Acer 合作那这个制造的课程，那你就可以体验当 maker 的感觉哦。那今天就。